哥，这啥意思啊？兄弟，公司现在不需要你了，拿着这些钱回家好好过日子。你们一起兄弟这么多年打拼过来，现在公司好了，就把兄弟给拆了，看错你了。并没有换来你想要的辉煌，但朋友你要相信，总有一天黑夜虽漫长，它终究会天亮。曾经你想要放弃，有过迷茫，还会在人生路口迷失方向，但朋友你很坚强，人在闯荡，伤在中，哥们你要挺起胸膛，你要像风一样的怒吼，卷走困难，踏平所有，歇斯底里迎着黑暗狂笑，飞向你渴望的自由。你要像风梦里万困难，横扫艰难，趟过万险，在人生路口迷失方向，但朋友你很坚强，人在闯荡，伤在中，哥们你要挺起胸膛，你要像风一样的怒吼，卷走困难，踏平所有，歇斯底里迎着黑暗狂笑，飞向你渴望的自由。你要像风像风一样的怒吼，卷走困难，踏平所有，歇斯底里迎着黑暗狂笑，飞向你渴望的自由。你要像风梦里万困难，横扫艰难，趟过万险，把真实情况告诉汤总。我告诉他，我的兄弟我了解，如果他知道我公司现在面临着破产，他一定无条件的会支持我。他家里有老婆孩子老人，我不能拖累我兄弟啊。回家。你要想怎么